down to 10 seconds. 5 seconds insertion. Op 4 has foun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They will attempt to locate it during the assault. ATS active in a second. 我等下去打野。 没事，对面有会玩的。怎么会有人开那个窗？想要怎么告诉你他们的位置？他们在 W 方向掉过，S 方向没错。 小心窗户。好。三楼两个了，已经两个人进来了。好。 Nice, nice, 拼的哦，打掉就打掉，你先躲哦。你要把它打掉。打掉了，我没打中。头上一个，那个打不到啊，因为你没看到有个标点吗？就是看到，对，有队友冲出来。那个。 好，我天啊，又抓到！小心左边，他们，你左边前面楼梯有天窗下的来，可是他应该是不，他们不是从那边下的。我收到了，打保守就赢了。 他们时间不够。Down to 15 seconds. 他们去。 10 seconds to go. One on four remaining. 赢了，归就好，归就好，归就赢了。那个人在二楼。 Time expired. Container was not secured. Op 4 failed their mission. Gone 那场玩的是一个职业。 其实是新手救星啊，叫 Rook， 然后啊，功能就是发防弹背心，就抗弹板，发抗弹板，不是防弹背心，给其他的角色穿，主要就是硬，然后工作单纯，比玩不好比较不会被骂。所以，新手救星。那我现在玩的是一个叫 Buck Shot 的角色，Buck Shot， Buck。 Sorry， 好像选枪加个 shot 的原因，哎、欸、不对，那是散弹枪，子弹规格。火车房，他没有装干扰器。 Bug 这个职业我还蛮喜欢玩的，因为它的功能就是轰，直接开门。 他可以直接用散弹枪，万能钥匙啊，在军事上我们都称那个东西叫万能钥匙，直接开枪，开门啊，干嘛的？自己去这个游戏。要小心窗啊！先藏一下我的那个无人机。
办法重拼才开始打。好，没问题。几个有空要看开车需要。这个游戏其实非常不好做实况介绍，可能要做事后的。事后看看实况，我再来重新配啊，不然这个游戏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累死人不偿命的 CS， 因为你所有的墙壁掩体都会坏掉。啊，把窗打开了，你要小心那个位置。收到。直接进去哦！干，他不打你打我，一发就死。Kenny030P 就简称一下，简称水蜜桃。水蜜桃他玩的职业是拿一个大盾牌的，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角色，非常坦，非常坦。那他基本上正面是无敌的，除非对方很认真的瞄他的脚，啊，来打。All friendlies have been eliminated。被围剿。死得好惨啊。嗯哼，调一下摄影机。一样，新手救星。游戏玩起来非常的累，其实非常不适合下班休闲玩。不过我好像专门玩一些这种累死人不偿命的游戏，像这种射击类的游戏，最近我比较认真在玩是 Squad，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推荐。Op 4 drone locate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烂炮兵，我竟然完全没打到那个摄影机。Down to 10 seconds。先补强一下墙壁。Deploying AB。5 seconds left。Reloading。Op 4 has locate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想要从北方来了，敢把自己也封死了，我在干嘛？不然都塞点内，这很糟的情况。好像来了，感觉被吓到。侧面、左边，我们要到底要干嘛？这游戏非常吃听力哦。有一个好的耳机，对这游戏的帮助真的非常大。反之亦然。
打掉一个。这游戏的墙壁是可以破坏的，光这一点就算是玩起来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游戏，很过瘾。对于军仔来说，毕竟每一种子弹的口径对于现实中的各种环境材质来说都有不一样的回馈效果。这个我们日后再谈，现在真的有点紧急，二打二。Down to 15 seconds. 等到了。10 seconds left. 5 seconds remaining. Protect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4, last operator standing. 剩下一个在点里，不在这边，不在这边，这个。Fuck yeah! Time expired. Nice. Container was not secured. Op 4 failed their mission. 刚刚第二回合，就是我们是进攻方的时候，才接到 bug， 讲的不是很清楚。bug 的功能就是它的步枪下面有装一门散弹枪，然后那门散弹枪很轻松的打开墙壁或是门。必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朝人的脸上射了，被散弹打到不是开玩笑的。不在火车房。好 ，sorry， 那就在三楼学家房。一楼。哎、欸，一楼。嗯。扫到了。Insertion in 10 seconds。那为什么刚没看到 ？5 seconds to go。这游戏藏无人机还蛮重要的，这个队友位置藏。Biohazard container location unknown. Fin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Charging max.厨房那边吗？没有留意到。哦，有人被牵走。Drone ready。对啊，厨房没有错。我没有伊巴拿了。看不到。队友标志敌人的位置。你左边有人啊，他应该在左边。保护你啊，他原本要去抓你。我也在看他，听到你的脚步声。EMP incoming。干你娘！从哪打的？从哪打 ？Friendly last operator standing。那你会死啊、哦？没逮到。来不及。我以为只有一个人会从那边而已。对对对，尽量多跑出来，我们就会赢了。
我之前打 rank 也是这样，对面就是以为会赢，然后就乱跑出来给杀，然后反倒我没赢这样。那个车可以帮他看吗？好像没有。那个人在抓小孩。反正几个人说他黑客的，那应该是他。我觉得应该他应该不是。Ten seconds left. Five seconds remaining. 可惜的，没关系，我觉得攻击方如果一开始被钱抓成这样，经验不太够，都太急了吧？没有，对面一开始破那个另外一边小门的门，然后就出来抓人，然后他们没有反应，就死光光。新手救星 Look， 火车比较好说，越南是超级难说。Secure the room. We need to protect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Time to armor up.Op 4 drone has found a biohazard container. Swapping mags. 兔子，你还有吗？你攻这边好不好？哪一边？目标的。好。攻哪一面？你只剩一个，就随便你攻吧。如果你只剩一个。Razor wire. 10 seconds left. 好。5 seconds insertion. Op 4 has locate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You can stop worrying about grenades. I'm pushing back. Stay clear.上帝是有人丢东西，柚子是炸的，对不对？他们进来了吗？窗外有一个是在我旁边，对，他们是在窗外平台，对不对？我听起来是垂降声。听起来是这个方向。Fuck yeah, America！ 有人等我，我等你，很躲猫猫。Op 4, last operator standing. Okay, 我要了。Op 4 eliminated. Mission successful. 你知道在哪？
玩双烧枪好了。你们偷哪？你看啊，上面会写。都零人了。左边、啊，我有看到。Fin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location. 他们守的阅览室，一个挂，这么快就看到。Biohazard container has been located. 刚好车重生点在他旁边，车藏好就好了。每个人只有两台。然后我，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比如我们是复数人进攻，为什么要按头像？对，对面的派来的进攻。Ten seconds。还有这种的，虽然可以理解。Five seconds。被投降输一半，我说，可是那投降是指那是自己人投降。Proceed to biohazard container location。这个位置。不管你是从什么后门出来的、啊，如果你从那连着后门，也要很小心。最好理想的情况就是我们从三楼打下去。我等你啊。三楼躲一个，三楼躲一个，他躲在柜子旁边靠北。好，那位置。操嘞！你怎么死的、啊？他躲在角落，我要抓他，等他先打到我。位置很难搞，就对了。等下在吧台旁边，他趴在一个柜子，趴在一个桌子旁边，三楼的吧台，可以放，你可以放弃，不要从三楼过，没有关系。点在右半边，知道吗？就是你右前方这一间。Reloading。Nice。他进右边出来。盾牌旁边好像有人，你有没有手榴弹？啊，算了，那个就算，那个就算。你头上的那个摄影机打掉了。我来退啊 ，sorry。尽量不要违控啦，真的。好。是，你应该看过很多高手也在讲，你给我看的影片里面就教过了，不要违控。Five seconds remaining. Resume. Stop securing the container.我是违控啊！违控就是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哦，没有，因为就那个摄影机打掉，不然我在那边扭动，他也知道我在哪。哎，还是进攻方、啊。是的，因为已经打，因为打成3-3。进入延长赛的概念。
Locate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啊，我不应该往那边。火车间。Nicely done.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has been located.车子去放三楼哦，如果等一下从三楼的话。10 seconds before insertion. Biohazard container located. Proceed to its location.没有破洞哦，我不要这个窗哦，以后没有敲洞啊，小心。听到三楼好像有人在跑步，从这边进去哦。看楼梯，我往里面走。你定楼梯，我往里面看三楼。我要跟上了吗？好吧，我们往左走，去楼下。我只是确认这层楼有没有多人而已，目前没看到。楼下有人。这是什么功能？我怎么要看得到？在我旁边。我干巴拉进去。小心，他就在我旁边。我看不到。打掉，打掉了。是新角色，他可以跟踪脚印，然后就可以飙到那个人。但只能他只是飙暂时而已。够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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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现在有一只角色就是他可以看到脚印，爽啊！然后他会飙那个人飙三次。Barricade the room. We need to protect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大家来拿装甲吧。
Op 4 located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Down to 10 seconds. The wall has been reinforced. 5 seconds. You can stop one of them. Protect the biohazard container at all costs. You are like camp 了，这个游戏真的是，横冲直撞的人大概很容易死掉了，真的。哦。他是出去野吗？很多人，然后马上从二楼平台进来，右边的那个，就是 N 一方向那边进来。N1、好，东北方。莫玩大盾，总之盾牌还不一定大盾。一样从 N1 方向，我这里有一个。Op 4, last operator standing. 斩盾，我回点就好，你帮我开门。OK OK， 归回点上就好，他没办法，他一打三应该不太可能。你。我们守点应该就赢了。好。15 seconds left. 那时间不够。他只有手枪，对不对？10 seconds left. 好，他在阿彪那边。5 seconds left. 看可不可以 flank。正面就好，赢了。Op 4 eliminated. Mission successful. Nice.哇哦，第一名呢！第一名呢，最有价值玩家。最后一场 flank 两只呢。嗯。那个。队长跟一个不知道什么角色被我杀掉。